汗水啵啵脆，再练太极风生水起。黄奕先写出第一个舞蹈主题，来，第一个是海带音乐。海带是这样，哇，好，到你们了，到你们了，抢单抢单，海带，海带，海带，哎呀，还是，你看嘛，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，好像啊，哇，这个裤子太像了，这个裤子太像了，好，第二个主题，螃蟹，太简单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屁屁屁屁，哎呀，你确定这不是猿类吗？来吧，前后前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这个有点难度，来，山鸡。Hello。这个是你赢，快行吧，美琪 go。 啊，他应该要叫。我是一只长得很像猩猩的公鸡，看那猩猩。哎呦，山神，哦，一个扮演山，一个扮演鸡，哦，这个山鸡组合。好，下一个，八爪鱼，哦，这是舅舅的强项，演的贼像。哎呦，你到时候要哭了。有有有。舅舅现在是游得很快的八爪鱼，游得很快的八爪鱼。我觉得最后在这么多里面，黄奕你最想学的是哪一个？哎，我建议你啊，学一个那个八爪鱼，一定会震翻全场的。好，全场一起八爪鱼舞蹈，好不好？这真的是舞蹈吗？还有嘴型，你看看，还有嘴型呢。对，还有嘴型。谢谢童心舞蹈课堂下课啦。接下来要出战的是 Lucas， 有请。耶，最有自信那个。最有自信，爷最有自信那个，不，爷最有自信，最有自信那个九条鸡。Lucas 写什么呢？大家都写看他跳舞，好搞笑。这孩子优点真挺多的。我跟你说，打到你头发掉光，我跟你讲，把你头套打掉。热，我要说多一点啊！哎，开始。我长得帅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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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不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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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很高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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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身材好。本来我想写来着，我告诉你，发育很好。什么？发育很好。发育很好。你还没发育完整呢，我刚刚成年，不是十八岁啵啵脆，十八岁啵啵脆，十八岁蹦蹦脆，什么玩意儿？十八什么东西？什么鬼？你九条鸡我们都没听懂呢，你还十八岁蹦蹦脆？鸡哥没有，鸡哥，我是仙南的人，我是仙南的人，什么？什么？我是仙南的人，仙南的人。
善良的人，不是，他说他是限量的人，下次一定说你不是限量的人，是善良的人啊。限量的人，我眼睛大，有眼睛大，有大眼仔。Yes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很开朗。啊！先生，先生，我很安静。哪里去了？你拿再说一遍。我说话。我说话很特别，算吧，应该是好像算了这个。哇，谢谢你们，我很开心啊。然后，我已经够了。哇，这个人王，这个，哎呦我去，这个诗怎么样读？得瑟，这叫得瑟，得瑟。对啊，这个我没说，我刚忘了，得瑟就是很，对。对，你跟来一个，得瑟，对，然后啊，挚爱，对，这个是对的。然后你还可以听到夸夸团成员对你的夸赞，眼里有星辰大海。哇，这太狠了，这太狠了。你不说话站在那里就很美好，然后你又说话星辰璀璨，就是你的眼睛非常迷人，就像一样眼睛里有星辰大海一样。哇，谢谢，很开心啊，好，很开心，谢谢。这评价太高，要求。唱的歌是带疑问句的歌，疑问句的。这么快，来。哦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好吗？疑问句，疑问句。哎，爸爸，我们到底去哪里呀？正确。爸爸。那三咕噜的有味，你这是翻译是吧？这都能过，这唱的是一样的。不，那是那个吉祥三宝嘛。对，吉祥三宝的那首歌。那三咕噜有味，等。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正确。哦，那个，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正确。接下来还有问题呢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可以啊。是谁？又来一遍。送你来到我身边。可以啊。对。为何判处重伤孤寂？可以。是谁？在唱歌，温暖我心窝。哇。朋友啊朋友，你可曾想起了我？好，正确。好，哎，我这话急死我了。来，花花是谁？他为啥那么不急啊？我也下回这样。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？正确。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？正确。哎，是谁？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。真别过了。敢问路在何方？正确。是谁？花花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的心啊，留下是吧？是谁的心呐？正确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到哪里去。娜姐，这是个回答，你去哪儿啊？不要问我到
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正确。对。是谁来了？是谁？是谁？谁偏？而且哎，我们这边只派出了一个人，这三个大将还啥也没占呢。五四啊，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哎，我又错了，我又错了。谁伤害了我？又是一句回答呢。你伤害了我。我现在问的都是啊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这个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可以吧？这可以。是谁在练太极？风生水起，正确。我们输了，谢谢。我们还有很多存货，还有存货呢。你们别存了，留着下一期用吧。我们投降了。我们接受。我们这个就固定时间3分钟放的歌，你们猜对的数量多的啊，比谁猜的多。真对，太难了吧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他们本来是一对双胞胎，没有，现在两位兄弟站上了擂台，用一曲波涛征服大家。天哪，比谁猜的多。准备，对，举手回答啊。我有点紧张，开始，加油。他听前奏厉害啊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就已经出登场了啦！王董、王菲，答对。嗨，你敢？我必须要听到词儿，我必须。咱们下次从词儿放。来，下一首。你这。一股看来。戏曲你听过吗？哦，是戏曲吗？霸王，霸王别林。也是不用这么考两位歌神吧？太恐怖了吧！两位歌神都安静了。等一下，我听。我知道，《霸王别姬》不是，杨迪，李宗盛、林忆莲的那个歌，对，什么歌？往事，不是往事，只能回味。继续放。我竟然知道，我想有往事，杨迪，演《当爱已成往事》。坐。啊，接着放。来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就是当爱已成往事，张国荣吗？对。翻唱，就是这是张国荣的声音啊。为什么不放李宗盛和林忆莲？他们俩也唱过，是不是？这首歌最先是谁唱的？对，就是他们俩。是李宗盛、林，你们老放后面唱的。那个《达拉崩吧》也是洛天依的歌，是不是？我都答出原唱来了。哎呀，我说他放的那个版本吗？来，下一首。广岛之恋，谁的？莫文蔚。张洪亮，答对。是。耶、yeah! ！就是刚才我也是这个心情。太可怕了。说喜欢离别。多来这种两人合唱对唱歌曲。你为什么对对唱歌曲那么熟？我的父母很爱在家里对唱。下一首。周深。Selina 王力宏，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。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。不 ，Selina， 我对了，我对了 ，Selina 任嘉萱，错，王力宏 ，Selina 王力宏，不是，我在说 Selina 的中文名任嘉萱，我还没答完呢，你干嘛说我错啊？我求你了，这些歌我都知道。
这里三比一啊，他也是急于撇清你们俩的同事关系。我承认我偷提了，但是吴彤每次硬塞给我，我说我不要，他说我要在节目里呈现你那个错。好了，哥，没这事，下一首。气死我了，杨迪，原来你只能赢我们。杨迪，浪花一朵朵，任贤齐、阿牛，还有一个人，那个黄品源，错。哇，这么多人！天哪，要命了！是谁？只有阿牛吧？浪花一朵朵，错。浪花一朵朵，任贤齐、阿牛、光良，对。耶！太厉害了！周深，不行，都知道，比谁说的多，比谁说的多，我来，我说的多，你说的不多，我说的多。周深来，北京欢迎你，北京欢迎你，群星，答对。哎，哎，这好，我知道这是北京欢迎你，但是人家用智慧摇，人家说的群星。第一个是那个门打开，一个小姑娘，带来全新空气。要是韩红，啊，不是韩红，张小，成龙大哥出现几次？成龙大哥在哪儿唱的 ？M 拍的 MV。好了，杨长城，长城。北京欢迎你，欢迎你看遍天地。杨迪，输了要认，来，下一首啊，来。看一下我，吴彤眼睛一直看着周深，就看他举没举手，是吧？周深，哎，不许看，他先举的，啊，杨迪先举的，是吧？啊，杨迪，你俩看到了吗，观众朋友们？这就是我的大学同学。为什么要避嫌？有什么好避嫌的？好避的，我是造谣的，又不是有实力的。流星雨 F4 都有谁？言承旭、朱孝天，哎，是不是？是流星雨。坐实了，算我一分。流星雨 F4 啊，算你4-3。赛点了，赛点。最后一下了啊！有可能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大平。你们都看着点，吴彤的眼睛不作数的，你们所有人都看着点，来，看着。铁血丹心罗文珍妮，作弊！我柯震恶的歌我还能不知道？打平，气死我了！真厉害！我柯震，我江南七怪，杨过。来，最后一道题啊，4-4，谁答对了谁就赢了。我要吃酿菜。我吧，杨迪，杨迪，想见你，错，想，周深，831的想见你，想见你，哎呦，这也太狠了，他名字有3个想见你，太厉害了，快走。年轻是一个态度，对，心态，年轻是能够接受新事物的，这个对，是吗？好，说到新事物，我要现在考一考你们，好，你怎么考 ？YYDS 知道吗 ？YYDS 这个最近很流行的，我一直在不想这样形容自己的，但很多人都是这样形容我，也是这样很多人形容我，所以我就知道了。肯定关于美的，因为这个纪念狂的人，他肯定是关于美的漂亮，一定是形容我的，就是永远的神。哎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他们笑说你神经病啊！行了，你闭嘴啊，走开。
我怎么学到磕到呢？就是因为他一直说他磕到了我跟他的 CP。对对，我磕的。今天在说那个磕到是什么意思？感觉他们两个之间这种绝美的友情，我们看到以后觉得心里非常的感动，令人羡慕。对，就好像吃到了非常好吃的东西一样，这种感觉就是我磕到了。他说的跟你不一样啊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你点到他的点了，感受到他的点了。这个就是磕到了，来，我们两个一起做一个磕到的那种感觉给别人，好不好？磕到了，磕到了！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动漫，《鬼灭之刃》。Yes, yes。你知道现在最流行的动漫是哪个吗？你知道吗？你那么厉害，你现在说啊！《鬼灭之刃》什么？鬼灭之刃。我真不知道这个。你吃过饭了没有？我今天一天都没吃，就等着这顿呢。我是来蹭饭的。我想问，蹭饭跟干饭有什么分别？蹭饭是蹭别人的饭，干饭是干自己的饭。哦，明白明白明白。你做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职业的体验，你最印象最深刻是哪一个？像环卫工人跟重庆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听没有听过那种板吧，重庆板吧，重庆板吧就是。就是一条木，然后你要把东西把在那个，然后帮他们板板。我们就抬东西的那种是吗？就是用力的。是，就专门用力去帮别人搬运物品的，就很重很重。你觉得我适合做什么职业？扛揍嘛。扛揍是什么意思？我在这边扛，我听得懂了，听得懂了。你可以抓上我胳膊。扛。